Hello， 明朝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皇室兄弟，我是伟伟，我是哲哲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，什么游戏？你说我猜，你先猜好了，我先猜，为什么？因为弟弟想先比什么？好，可以，好好好好，来吧，限时100秒，准备开始喽。第一题，你看我看着我，五个字，五个字。哎、对不起，我是可以讲话的嘛，对不对？五个字，你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对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吃东西。第一个字，我很喜欢工作。第二个字是，第二个字，很甜的意思，甜是什么？很甜，甜的什么东西会甜？什么东西会甜？什么东西甜？冰淇淋啊，还有什么啊？焦糖，黑，你刚刚说什么？糖，糖，整个焦糖，黑糖，黑糖，第二个字，黑糖，然后后面是五个字，黑糖珍珠奶。珍珠什么？黑糖珍珠茶。黑糖珍珠。打开。六个字哦，对不起，六个字。黑糖珍珠奶茶。黑糖珍珠什么？我把它珍珠。我把它怎样？撕开。黑糖珍珠什么？先盖。什么奶？盖奶。盖茶。盖什么？这样子。开奶。这个。转奶。一个盖子，然后把它打开来。黑糖珍珠饮料。瓶盖。翻桌，这个叫什么？鲜盖。黑糖珍珠鲜茶。鲜奶。对。来第二题，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。眼睛眼黑笨。笨。是。笨，你笨，你很笨。快点啦。眼睛。对。眼睛，第一个字眼。眼。眼神。眼佛。眼神哦。然后。眼神杀。眼神死啊！要来再两个字，推壁咚啊！一来二再三个字，时间到了，好快、我在逼我自己耶！你知道那题有什么吗？好了，弟弟可以猜。这样，黄庭伟不是很笨，是第一个字，瞌睡虫。我怎么没有好的形容词？小小笨蛋，六个字，小。上，你刚才前面做过，小鲜肉，对，我小鲜肉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哦，两个字是摸头，第三个沙，对，摸头沙，然后三个字，对啊，三个字，第二个字是，第二个字是地板踩，你刚刚讲对了，地板的第一个地，对，然后第三个字是。气，对对对，接地气，厉害，四个字流行用语，四个字流行，你哈斯在哈喽，厉害，哇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第三个字是男的相反，女，对，然后第一个字，忘狗，另外一种说法，犬，第一个是犬，第三个是女，犬什么女？拜犬女王，犬。第四个字是犬什么女？犬。你要交女朋友？对的，第三个有。对，女友。犬什么女友？犬系女友。厉害！哇哦，第五个字。第五个字。因为疫情。疫情。所以大家要待在家，防疫。戴口罩不是？对对对，什么？戴口罩？对，这是最后两个字，口罩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大家常常要去，药局干嘛？药局领口罩？不对，你要排队拿口罩。排队什么口罩？排队领口罩。你要付钱啊？排队买口罩。对，哇，四个字最近流行 ，Netflix 流行的那个韩剧，四个字。梨泰院。四个字，梨泰院三个字。爱的迫降。对。所以我们算过关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宣传啦。很自动，宣传什么？你的歌？我的歌吗？对，我的第四首新歌专家模式已经上线了，大家赶快听起来，可以在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能出门的状况下，也给自己满满的活力动力，这样子。听这首歌，听起来。想要知道更多我们的资讯，记得追踪明朝的脸书专页还有 Instagram。然后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